我跟你讲，人类比狼还凶，跟你讲。我们今天狼也是凶巴巴的，很下气。太太，哎，不对，他怎么没做到？人，巴拉巴拉巴。这个人怎么长得很奇怪？怎么好多人都长得很奇怪？哪有很奇怪？超正常怪了他，哪有？很超正常耶！哇，200这是什么怪人啊？好可怕哦！正常的耶，是怪怪的。正常人，200这个怎么那么可怕、啊？我以为你会红红，你眼睛都黑掉了，200。帅爆！开麦啊！我帅爆！啊，帅爆！帅爆！嗨嗨嗨！你怎么 skin 这么可怕？你眼睛都黑了，厉害吧？你在扮演什么？你扮演20吗？扮演20，扮演自己。点名点名，米菲说他要迟到。哦，米菲哦，哎呦！哇，什么？今天也是很多的，八点半再来。八点半不行就九点来，九点不行就明天再来，那就下次再来咯、下次再来咯，不不啊，不要啦！来各就各位，这个哈记第一次挑战，你有没有看书？多读书，我正在看。好，你来速读一下，量子速读读起来，量子速读。我可以教他那个盗墓者啊！你看那个人，那个狼人死掉，你就挖他的墓。对，挖他。盗墓者有啊，有他们猎人呐、啊，还有女巫，他都会有指定技可以去把人家给弄到。哦、很派哦。猎人的爪哇路都没有了。然后对，然后那是交换身份，不是交换位置，不是吗？交换位置 swap。狼人没有，就是。技能加速，而是他预设的速度跳跃都比较快。嗯，然后狼人也有那个粒子，可以知道好人在哪，跟随着粒子走就可以。他现在改成粒子不是指南针了、因为有人就一直看不懂指南针，不晓得在干嘛，然后一直在写笔记，对，就不晓得在干嘛。啊，工程师，啊，工程师，啊。哎、笔记很好用哎、好用什么啦？你可以打我超勇，然后他们就会看。你的队友都看得到，然后你就被人类打死了，对，就被打爆了。好，米菲来了吗？牛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连线连线，等你连线。我好喘，等下，太喘了，太喘了。不是我刚玩完宝可梦就断，就电脑直接断掉哎、欸。那你去跑步啊？他可能我就去那个跑步机上面，跑步机上面，来孵蛋孵蛋好不好？我还以为他真的在跑步。我去拿那个网路线，我网路线坏掉了。哦。确认一下，多确认一下。好，我去尿尿。很远哦，很远很远啊！那我也去尿尿。那我出去一下，我进来了，我进来了，没问题了哈。对不起，掘墓者，对，掘墓者，掘墓者，没事啊，他讲有问题就直接喊。哦，好，那、我们这一次呢，这个也有做一些新增哦。嗯，这个预言家，他的见习预言家。拥有了无敌技能了、好不好？哦，不是没用的，是不是？了，不是平民、不是平民的，有用了。那预言家就是预言家倒了之后，见习预言家才会转职成为预言家。哦，对。然后其他的部分呢？女巫的毒药就只有一瓶。就是整场都只有一瓶，不会像是之前一样要自我限制哎。哦，可是他的解药的话，就还是一样，每天都会有。哦、所以女巫要注意一下。然后还有，人鱼现在也变强了，人鱼的唱歌还可以使附近的玩家虚弱。
肌肉，肌肉是打不到人。之前只是让他自己高歌离席，然后哈，现在呢、嗯，他也可以让附近玩家虚弱，那就代表狼人就没办法看了。然后呢，忍者使用戴罪的时候会隐形五秒，就是传送。对，但是呢，被他传送的人不会隐形。自己会被狼追，那你换一个好人过来，那那个好人就被刀，啊，你就没事，你就隐形走了。哇，可怜哦，无情啊，无情，太无情了。那现在狼人的追踪器就是改成粒子的导向，不晓得用起来如何，就等一下狼人自己看看，感受不到那个粒子，就可以跟着粒子走，就可以知道好人在哪。OK， 然后第一天就直接是白天，但是不会有票人见。避免大家上次有没有我们直接狼就直接刀爆大家了 ？OK， 好，好，那我们就来设定一下，白天晚上各一分钟。好，模仿狼哦，酷哦，模仿狼是新的、哦，没有那些都还没介绍，就先不用看哦。我们因为今天的人数有14人，所以呢，他这个显示配置他的那个。职业池总数有 bug 啦、啊，怎么那么大啊？太多了吧，两百多个，两百一十个，一直累加。那作者再更新一下。万人到场，万人是14个人。我们尝试看看黑狼王三个不晓得 会不会太可怕。第一场先试试看，好不好？好。之前黑狼王12人也是三狼，对，那黑狼王就是死了也可以带走人。哦，哇，了解。猎人一个，预言家两个，女巫、忍者、人鱼、掘墓者啊，村民两个，抖 M 教徒有一个、哦，抖 M 教徒现在是主职业哦，哇，然后他也可以票人的哦，那一样就只是被票出局就可以票人的抖 M 哦，对，对，但是他没有就其他的能力，没错，那他就是怨灵，怨灵的话是晚上的无敌是可以自己。显示你自己要不要隐形啊？可以开关，都是无敌的。一闪一闪亮晶晶，隐形也可以现形，好吧？只要赶快自己隐形了，不然很快就被发现哦。好，那按一下就固定吗？按一下就切换 switch， 切换就固定 switch。哦，好。你可以狂按啊。现在他有说啊，就是只要是有无敌效果的玩家，会在周围有火焰的粒子效果，就比方说预言家使用无敌。那他身上会有一样会一点火焰的，对对对对对，让狼人也可以去做辨识，大概是这样。好，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合体走起来。对，没事。第一天、第二天都是安全的，安全的，白天好重要。我们一开始是合体。阿基先利普那个第二个就是跳过白天，你使用的话。就是有没有秒数白天会减少？巧克力依照人数，就是我们现在14。你们是不是狼？你刚刚是不是说第二个？第二个是不是有个什么东西？第二个东西是不是怪怪的？哎呦，浪子不骗，你们有个道具耶！你们再想一下啦，再想一下，我还没想到，远离巧克力，珍惜生命，远离巧克力，珍惜生命，珍惜生命，巧克力是诈欺师啦！你怎么了？二零怎么了？什么叫直接进入白天？现在好像有两个，一个晚上只会死一个吧？你们这应该是设定错了，可能他预设设定变这样了。预设设定变这样了。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吗？好，好 ，Bobo 在我面前变身。他直接跳过白天他两票变身记得看 P
屁股。你要记得看后面，怎么看屋顶上怪怪的？屋顶上这只能到一个狼，应该就不太行了。这个其实应该会蛮人太多了，然后蛮可怕的。对，那你怎么这么变态？然后我看到那个粒子效果了，在哪？粒子效果会在你的头上。头上啊，我头上会一直冒粒子啊。你又不是坏人，会有粒子掉下来。坏人才会有吗？狼人，狼人有粒子效果，可以用透过粒子效果知道好人在哪里啊。哦哦，自己好多人哦。哎呦，哎，我的那个，我们狼自己倒光好了啦。这个会有点费时哦，这个玩会蛮费时的哦。对啊，狼人请现身，狼人请现身。狼人请现身，请现身，狼人。巧克力吧，应该是巧克力吧。等一下，那个直接死掉啦！什么？可以直接死哦？可以的。没有，我们直接让这个结束了。啊，直接 kill 了，直接 kill 了，直接 kill 了。没有那个啊，他没死。为什么死了？你来啦，票一票。票，对，票，然后跳过白天跳了。对对，我就按跳过白天，我找不到你们。有没有女巫？有没有女巫？女巫。第一个是谁？女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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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啦！女巫死了啦！哎，梦到刀一个，白天了。查漏嘴，随便刀一个，随便刀一个，随便刀一个。那个吗？你要拿杰克，等一下怎么当狼？学一下。在哪里？在哪里？他拿着菜刀要砍人啊！重新学一下，重新学一下。哦，看到了。跳过。跳了。我以为猎枪就是你指枪他，对啊，你倒了他也会倒，这样子。啊！啊！我想我猎枪是我的杀人的那一个。不是，你要怎么把显示时间关掉？想说先还是显示，这样让大家好让大家知道。晚上的设定不太清楚在哪里设定呢？啊，编导职业按钮分组无成辩论室啊，设定模式吗？那刚刚很厉害，报名室不会强制进入白天。等一下，哦，你很棒棒。那你刚当预言家三只哎两只狼查验，然后查到那个怨灵，好猛哦、喔！真的，不过刚刚谁是怨灵？杰克，我快笑死了。没办法，我想说我要赢了，耶耶耶，然后输了。很甜。耶耶耶。因为这图层式打开就好了吧？图层式吗？对，它图层式打开是写狼人不限杀人次数啊。对啊。哦，新的图边是杀一人，图层是无限制。对对对。哦，变多了。新的。好人预言阵，哦，对对对，就是图层。对对，图层打开。上次可能有先看好，很坑很坑。嗯，图层要打开啊，不然会看不到啊。图层啊，现在可以了。图层啊，图层要记得打开哦。三二一，走起来。啊，记得储存。记得储存的时候是 PNG 哦，谁第一个是？储存 PNG 什么意思？这样子背景才会是透明的，对，是透明的。讲什么？存 JPG 档啊？还不错啊，蛮好笑的。这就是一个什么新的啊？王当虎爷 TJF 什么啊哥的？第一天白天时间也是蛮久，就一分钟。跳过啊，跳过啊，可以跳的跳过啊，跳一下。啊，小心哦，小心哦！哎，我觉得现在变比较卡卡的，有吗？没有哎，还好，我怪怪的，你怪怪的，有鬼！那里啦，树林之乱。好。哦，没有，这边有一只哎。你是不是要唱歌给我听了？来，再来。我没有，我今天不是，我刚刚上一场，今天这场不是。哇！而且人一唱歌会让那个附近的玩家都会看向你，是多附近啊！谁开演唱会？我刚刚就想到要唱输了。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我是狼人，我是狼人，发发是怨灵。还要砍我啊？那你甚至也可以那个指向他，愿杨静茹给我勇气。把他打远了，没事。超猛。
你哦哦哦，什么东西？我保护你耶，你怀疑我？没有，我想说你刚刚怎么突然唱那个？没有啊，我是啊，不是啊，村民会有那个啊，勇气棒棒啊，勇气，村民有勇气棒棒，所以我们是好朋友，我也是哎，我是董事长啊，村民有两个，然后预言家也是两个，但是好的，看来我们两个是好的。黎叔，哎，刚刚巧克力从一楼走过去，所以你是谁啊？啊不不不是你是谁？你是职业是什么？我人鱼啊。哦，所以等一下可以听他唱歌。好哎。黎叔人鱼，黎叔你刚刚居然不唱歌，整晚一整晚，你是不是开始不管怎样你都要唱啊？黎叔，我唱给谁听啊？就没。你刚刚有两个勇气说你要听啊，我有看到你哦，我说发发快跑啊！啊你没有帮我唱歌，小雨你后面很危险哦，刚刚看到人影，怪怪的哦，这里怪怪的哦，有鬼哦，有鬼哦，这里有鬼哦，谁是鬼？谁是鬼？我觉得现在大家 skin 比较可怕。你那个礼物就可以直接那个，是我来找我啊？那找我？可以抓一下。你是谁？你是谁？来来来来来，礼物在这边。等下预言家死了嘛？要不要先查？哦，小心他过去哦。又背靠，死一堆。太无情了，无情大杀，无情双杀。哇，这太多人了吧？好扯，好了。哈基是什么？我想说，看你是不是女巫可以救，结果你用忍者，有你有救到。因为刚刚不晓得就是谁，谁被打。坏人是还有活着吗？坏人，你觉得嘞？我们就结束了，你是不是坏人？对啊，我觉得他是坏人。猎人，我是猎人，你是坏人。你才坏人，你是猎人。还有谁啊？画面很乱，画面很乱。你有绑人吗？你没有吧？我刚刚。绑诺影哎啊哎！我跟谁？猎人有几个啊？猎人不是那个是不是？怎么猎人只有一个？猎人只有一个。对啊，诺影人没有，诺影已经把波波带走了呢。那为什么我是抖 M？ 谢哥，谢哥，其实我是显示错误啊，但是是蚂蚁毒瘾。对啊，我想是蚂蚁啊，哦，大家都赢了啦，大家都赢了。大家都是，大家都赢了，大家都赢了。大家都赢了，蚂蚁毒瘾，蚂蚁毒瘾。我就说我是猎人啊。要冲你，不是蚂蚁要冲你吗？他要抖 M， 抖 M 要冲票。不是你，啊，游戏就这样玩哦。蚂蚁会玩呢、欸，好强哦！冲票冲！你现在这抖音这样子玩就很 OP 呢、欸，强呢、嗯，真的可以票。哎、欸，我讲一个，就是狼人大优，因为怨灵走了，狼人三个都还在。抖音好像有倒一个吗？有吗？倒一个，倒一个啊！我跟那个诺音互换、嗯，对对，他们互换。我们平票，我们 battle 平 battle。哎、欸，我刚刚是剑奇预言家，结果真的预言家第一个晚上死掉之后，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再查一个、欸，哎，哦，所以那时候波波不是说那个发发是怨灵吗？我就把他查出来了，真的假的？预言家，所以你相信就是我，这也是蛮棒的、啊。对，一个晚上我第一天早第一天我是查哈记，然后我倒了，对对对对，所以第一天晚上书本就传到校园那边，对，到我但是我们的狼跟上一场完全一模一样，让我觉得害怕。怪怪的，怪怪的。你们职业有换过吧？有啊，有啊。没有。两场村民。狼人好像有一点厉害，我们那个黑狼王变成只有两个，少一个看看。好。关键还是在于猎人啊，女巫其实都是很好去灭狼的职业，所以要善用，善用。加油，加油，加油！
三个一，走起！我当打出去。走起！哦。我是好人了，我是好人了。我也是，我也是，我是大家看着我，大家我是好棒棒。你们都不先躲好再丢哦，你们好勇，超勇的，超勇的，你超级可疑，你要不要离开？巧克力，你为什么不离开？巧克力，我是你的粉丝，十年小巧克力，我倒的就是 biu biu， 十年可以，十年小巧克力，我倒的是巧克力。我会锁你哦，我会锁你哦。好好好好好好，你锁我，你锁我。我命中已锁定你。你有没有看到对面那个才是坏人？哎，白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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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放弃。因为已锁定你。哎呀，波波。哎呀，有不有？哎呦。哎呀，有不有？波波。毒奶波波。毒奶波波。对，我名字查验，我预言家，我刚。躲起来很害怕，我查了查，嗯，我会持续活着的。嗯，太坏，太坏，这是谁？好坏，好坏，好狠，好狠，太坏了。嗯，哦，刚看我旁边有只狼哎，不见了。要躲好，要躲好哦。啊？什么？哦，人安静，人安静，有问哦啊。又一个死了，又一个死了，啊，倒两个。等一下，我刚看到莫娜在那附近，所以说，莫娜，爸爸，狼人是在这附近哦，我刚刚有看到。哪里？你你附近？你附近是在哪边啊？一个确定位置好吗？这附近有繁星。然后嘞？你可不可以给个地？你到底？地标哪里？这里，这里是哪里？子夜，你先报。我是人鱼啊。我操！我刚从对面走过来呢。哪里啊？我不知道你坐哪里是哪里啊。小巴啦。你干嘛？怪怪的。你干嘛？我刚从河上游上来，你才是吧？啊，所以的嘿，反票你，他反票你是正常的啊。对啊，你踩我踩你啊，莫名其妙就先票人家。好好好好，现在谁啊？会不会抖哎？会不会有抖哎？完了又抖哎！完了完了，又不抖。好乱好乱，好乱好乱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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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赢了好了赢了好了赢了。无效票，无效票，嗯？是人鱼？什么？你是什么职业？为什么无效票？是不是抖哎？还是有抖哎呢？抖哎吗？有就我啊，骑士啊，就我啊，那骑士就没有战骑士，你在那边哦，没有战骑士啊，我就是抖 M 吗？乱的是无效票，是哦，我以为抖 M 还是会有那个哦，那好像还好哎，其实，那其他的票是无效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骗，哎，不是，如果他是无效票，他不会那个。因为讲无效票，哎，对，那对哦，也是哈，哎，对耶，你说我底下有人哦。还是纸没有。繁星是狼，繁星是狼，我查了他，他是狼。你们两个都是狼，对不对？你们死人闭嘴！不是巧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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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哎，这边有两只狼啊，疯子。你在讲什么？繁星是狼啊！繁星是狼，我已经说了。繁星跟发发，繁星跟发发。蛮发，都在超商，都在超商。蛮发，可以飘一个，可以飘一个。你输，你输，你别打嘟嘟。哦，输啊！输有底数，底数六六六。真的，我是好人吗？没票，没票。你输，你快，你快跑，你快跑，你快跑，爸爸，你快跑。职业，你可以喊一次。好好，你说，你说，你说，你是。好好好，我是好棒棒村民。我是，你说你听不听得到？你是好棒棒预言家。你完全没在听。为什么是杰克？好了，赢了，好了，赢了，好了，赢了。呀，完了，老师。完了，要出事了。我只是个废物。哦，没了，要死了，完了，完了，完了，小雨快跑！我来游泳了。录音？这什么？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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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啊！你们怎么不早点？哎，后面没有狼，还好。怨灵，最后的波纹。发那个什么，诺音也太崩溃了。
他超崩溃耶，一个抓。因为你这有保护色哎、欸。我真的快笑死了吧！整场上更混乱的都刀了，都刀了。蓝宇就太会演了，我就很怕你戏中戏。我林刚刚也很会演，好不好？戏中戏，逻辑，你的逻辑藏在哪里？反团了，然后发发 baby， 不是说发傻了哦？发反在哪里啦？我想得很清楚。那我带你走好了，我该抢你了，我不骗人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反水投票！你们有什么苦教力啊？等等，是我是女卫，我晚上可以带他走啊。你只用一次，你只用一次毒药哦。你用完了。那没关系啦，那再等一下。你只能用一次。再走一下嘛。你要想一下哦。你要想一下，想一下呢。那我去躲起来了，我不能跟狼打架了。我已经臭了，生命威胁他人，太狠了。我死掉，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听起来太恐怖的，超恐怖的，超恐怖的，他在楼下。我闻到血腥的味道了，血腥的味道，他来了。那个烟蛮香的，来了，怎么那么多人？他是鬼，他是鬼，有鬼有鬼，加油啊，用技能啊，做事啊，没了没了，我只是个废物。那女巫还会有解药吧？有解药啊！我的毒没解药。哎，我靠！哎，没事，还好哎，还好哎。不行了，不行了！完了，你要带一个走了，你要带一个走了。再见了，再见了，一起去了，好险哦！我跟爸爸 baby 一起走了。画面好像准备面向群山。哦，二十四个人，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差点害死二点零。你说我吗？对不起，二点零。哎，其实那个血真的很不明显哎，很不明显啊。你说追人？这血的粒子效果啊。你至少知道那个防卫会。对对对对对。多了一点帮助了啦。嗯，这个洞这么小，有没有？他就可以直接知道恶灵在哪，直接走了。对啊，缓速，我也会缓速啊，没事，大家都缓，没事，这样子狼人也会缓啊，狼人从加速变缓速啊，大家都缓，大家都缓。哦，可以可以，你快撑到早上了，哇，你哇哇了。被女生讨厌呢，太无情了，太无情了，这里害他两次，我想好狠啊！我就溜一波了，你却选择了后者，太坏了，谁躲不掉啊？有 battle， 有 battle， 有 battle， 来了，输了。有成功带领我们获胜，哎呀，太无情了！我掘墓者，感觉你肩膀重重的。那是我最后的波纹，是团团帮我，他逼迫我，我一直疯狂砍，好爽！边砍然后边在我的脚上刻下两个字：诺伊诺，好我擦！啊！二零零，你好扯哦，你好坏哦！刚刚那个无效票，我是抖 N， 可是我没有票人，为什么会无效票嘞？哎、欸，对哦，是哦，知道啊，懂啊，无效票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无效票没有哈记，刚刚你有票人是不是？
我、哦、没有，刚才两边那个出现无效票的时候，不是我啊，我所以没有，那应该只是显示 bug 吧？哦，应该是 bug， 因为感觉他好像有一些状况，就跟那个抖音赢的时候的显示。对，毕竟像上一场对啊，麻衣是成功有票到啊，对啊，对啊，但是大家都赢了。就我显示我是抖 N， 我傻眼。对，我也是。嗯，有那时候是他显示过的，然后显示大家群抖 N， 一群抖 N， 一群抖 N， 获胜的是没有错的，获胜没错。好的。垃圾垃圾，太难玩了吧这游戏。好难啊。来，那我们接下来传来传去，全新的职业要来了。哎，好新的好人阵营啊，有一个职业叫做骑士。哎，如果他是白天的时候看向一个玩家去决斗，如果对方是狼人，那对方就会倒。哎，如果对方是好人，就非狼人方啊，包含怨灵，那就是骑士自己倒下。啊，认为认为。对头。那因为也没不知道他可以用几次啊，比方说他如果对决了狼人。那我们就规定就只能对决一次，一次吧，就你不能再对另一个狼人，好不好？好啊，应该也只能一次啊，应该只能一次。自己规范，自己规范。刚女巫就只有一瓶毒丸就没有。对啊，先说说，因为女巫是有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对对。啊，骑士这个没有写完，写契约写白纸黑字，我们就要没有约束一下，没有契约，没有盟约，没有约束，在赌对吧？在赌哎，二分之一。那因为有骑士在，我们狼就一样三只黑狼王哦。一个都会开枪哦，好可怕、哦。对，毕竟你看骑士可以对决，女巫可以毒，猎人可以带一个，理论上三个就把三个带走了。是啦，是啦。嗯、对，所以就是狼人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好不好？好。好。三四五六七八九。那等下跟在女巫旁边。OK。那我们换一个地图喽，好啊，好，小一点喽，雪地，三二一，走起，哇哇哇哇，躲起来哈，先躲一下哈，而且其实第一天可以对决吗？要吗？我试试看哦，不用，第一天对决，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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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对哦，可以，可以，可以，直接龙王，哎，可是他那个晚上跳，白天的时候没有隐形，哎，马上被看到，哎。晚上跳白，上一场就这样啊，一瞬间就看得到对方是。对啊，不会有五秒隐形。是哦。对。那就是作者。对。再修再修。这应该不是我们的问题吧？我们应该没调错。怪怪的哦，怪怪的。你想跟我对决吗？不行。决斗吧，熊猫团团。不行。不行。什么了？骑士对决我们就不限制啊，第一天你要对也可以啊，反正他就会变得特别难。对啊，你也没有任何资讯嘛，对不对？我就说三分之一对，不是好人。上喽！好安静，好安静，好安静！啊，你怎么就已经找梁静茹了？太快用了吧！你怎么那么早就找梁静茹了？你怎么了？对啊，你太快了！是谁给你的勇气？我觉得他很恐怖呢。彪彪，我给了彪彪，下去吧，彪彪。不是彪彪啊！我听到开门声哦，你们那边小心哦。啊，这边可以上来吗？上不来吧。少一个狼了，少一个狼了，轻松游戏啊！哎呀，真的吗？波波是狼吗？我就他穿装只有一个，只有狼可以穿装。哦，他在里面穿装是不是？哎，我是女巫，你尊重哦。好，我等下帮你对决法，法法怪。不是，我什么都没错。你是好人就不用跑两个。不是，我没有加一了吗？我没挖他粉。迪叔，你是什么？迪叔，我村民呢？你村民哦？村民只有一个哦。对啊，我啊，只有我。那你是什么勇气吗？什么勇气？是什么？村民的勇气。勇气是什么？还有票子有勇气吗？给我票，我这是好人啦。不是诺伊，你是什么？诺伊是好人啊。啊，那你就是你了。那当然就是你了。为什么？为什么？是波波死啊！等一下，包包，你是不是在我们两个面前？太醉，没错，打死你耶！已经你的技能用掉了吗？我用掉了。好，彪彪，你刚刚是旁？你是在我们面前啊？有机会，我传过去诺英前面啊，那就是了啦。彪彪，快跑！诺英有问题，快跑！哎，不信！哎，哎，哎，
这个能怪我吗？啊，繁星票的诺音，繁星票的诺音，但繁星是骑士啊，我们挖死了，挖死了，各位 go 挖死了，拜拜，拜拜。哇，繁星被杀 ！No。然后繁星瞬间被杀了，是不是迪叔？刚刚旁边有迪叔，不是，我现在正在躲起来。你躲起来！哎，那个小雨，你们那边小心哦，你们底下怪怪的哦。我想一去，哎，有人一直唱歌。什么？等一下！你们想唱歌？你们想唱歌？把这个歌。哈哈，那也倒了，不要再带罪了。哎呀，高明哦，哦，对不起，我是忍者，我刚换的。没事，我想去自杀，我要当个走位。杰克这里面，好，没问题。啊，不晓得他有没有走小门？别蹲了，别蹲了。他走出去了吗？他跳窗了吗？确定？他跳窗进来，但不确定他是走小门走了。卑鄙小人出来！卑鄙不是你，卑鄙是谁？你是不是很卑鄙？你把门给刀了？是不是？这不是我刚才被你们看大门哦哦，我觉得米菲比较米菲吗？这次也特别安静哦，米菲怪怪的，米菲怪怪在哪？哇，在哪里？在这吗？所以迪叔是好人，最边缘的地方。我这是好人啊，是他的啦。迪叔是好人，然后迪叔说只有勇气，那应该就是那个啊，米菲跟200嘛，哦，有机会，没有勇气哦，村民，他现在你要跟迪叔票啊，迪叔也说是村民，没有票的，为什么又有无效票啊？真的是，啊，果然，是啊，真正有勇气的在我旁边啊。迪叔，你的勇气是谁给的？自愿领给的，可恶！笑死！救命！哦，抱歉，这样好像不是很好呢。哎呦哎呦哎呦啊！哦，哇哇塞！哇！哎，这个是谁？我这么多个啊？你怎么还敢回头啊？上来啊！这开心刀人呢？哎，他真要上去了，他是真要上去了，他上去了，上来啦！哎，只有我自己哦！啊啊！只有你自己。真的真的。2020。哎，别蹲了，换坑一个，换坑一个，就20啊！我吃米菲也是哦。杰克、米菲各一票，米菲往那个中间走了。往中间了，好低。中间。你干嘛？你干嘛？我打打你，为什么我不打你哦？他不在。哎，你干嘛？矿坑里，矿坑里，矿坑里。哦，好。矿坑里啊。对。哎，有了。米菲两票，米菲三票。跳过。快去抓他们，全部在矿坑，快。哎呦！换位置才抖啊！好猛！很抖。哦，真的吗？抱歉。我走了。哦，你该不会？啊，这个感觉怪怪的哦。还是我把你换回来？不用，可以还可以换回来吗？等一下，这个人害怕喽。你是不是害怕了？你要不要跟我背？让我背诵一下。不划算。这个人好嚣张哦。哦，直接走过来哦。好丑，好丑。是用猎枪啊？你是会跑狼？你是会跑？要不砍我？快啦！我对你没有兴趣。这个好嚣张哦。没有兴趣。这里面有其他人呢？在呢。你可以远离，现在我要找其他人。我要救你啊！找不到其他人。这什么求爱现场？真的，完了，完了，真的直接来了。我走了。杀了我吧！杀了我吧！绝望，绝望的声音。你看，最后也只剩3-1而已，一定都是有狼人在雷，第一天就死了。哦，已经杀很多人了，是吗？88北极是忍者哦。
哎、欸，那为什么继承是他？他是继承啊，那個、掘墓者对啊，我是掘墓者。你又在掘，我又掘一次，终于挖到了，挖到了，挖到了，好死不死，刚好就遇到你，太扯了。你下次不要挡在人家面前，拜托你。好开心啊！哎、欸，不是那个能怪我吗？我都只是过船，不是看一下现场的话。你上次玩鱿鱼游戏也是死掉，是狂死啊。对啊，那个你就要远离。哎、欸，鱿鱼游戏那个，你好好远离。所以 我那个决斗的时候要注意，好好好好，旁观者的要离开一点，会撞到灵体，会撞到灵体。有灵球不要啊，那些可能也会。有灵球，旁观者尽量控制一下。嗯，要么就附身，附身应该没事；要么就远离。附身会不会死在附身了？大家试试看。对，反正就是、欸、对啊，当做 debug。那个我对于刚刚那个有勇气的那位小雨，他是不是都没开到麦啊？对，哎、欸，我没有开到麦，没有，你没有。哎呀、啊，我的天哪、啊，我聊得很开心，你整场都没讲话哦。我想说怎么那么安静啊？我一直说我要跟着大哥，这个大哥是我跟着。没有，大哥让我说。他可能要说，哎、欸，我旁边那个才是真正有勇气的，然后你没有完全没讲话。欸、我就说不可能，不可能，迪叔不可能，我才是有勇气的那一个。没想说我这样也过得了，完全没有哎。黎叔这个怨灵直接反抗过关了、啊。我的天哪、啊，都是麦的错，躲过了。麦哭的，哭哭的，哭的。我看看、啊，他确实没办法用那个发光，那就只能这样啦，继续喽。好、啊，三个一走起！哇哦，有人要跟我 battle 吗？ battle 又要 battle 了，好不好？ battle battle， 你流浪哥，哇，爸爸，哇，铁好，完蛋了！爸爸，你要喊说你跟谁背啊？你舍不跟 Bobo， 他跟 Bobo 啊？是他不是跟我掉了，他不是跟我，啊、不是吗？哇，是谁、啊？被背的是谁？他已经死了，他死掉不能讲了。他死了，不知道。有事前只知道他说Bobo给背头，然后就没了。不是他按的不是我啊，哎、欸，他按的是谁？你有在他附近吗？我在他附近，可是他旁边还有别人，我不知道旁边有谁。嗯嗯啊，这样一个金水默默的就没了。No， 那我按到自己这样去讲，我觉得算是正好了。哎、欸，我刚躲得很好哎、欸。被带追走了，我们没问题，那附近很安全。你切腹吧，你这边那么不安全。切腹哦，这隐形很赞，吓我一跳。我也吓一跳，是吧？我刚刚看到迪叔，我直接不是，我刚刚躲在迪叔旁边想要吓他，结果你先吓到我，你知道吗？我被他吓到，你吓到我了，好可怕。到底是谁可怕、啊？对啊，你快快哭了。可是我不知道他按下去就会跳掉、欸。救命！救命！真的要逼他们结束！哈哈哈哈哈哈！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好可怕！好可怕！我那个叫爆音的，爆音的！哇，你这是恐怖电影！对啊。哦，你是谁？是不是诺伊？抓到诺伊呢？诺伊在哪？诺伊在河边，河边在哪？我先跳，我想跟你对决孟娜 ，Yo battle！ 那你跟什么？哇哦！你是绝你绝目啊 ！battle 哎，好可怕！哇哦！好狠哦！你绝目好狠哦！起来，我再 battle 一次。谁这也毕竟不一定是什么？我见习预言家。啊，杰克雷，我那个调配药水的。我看着想很久、哦、啊，诺英啊，诺英，雪屋，雪屋，雪屋有他已经他三票，他三票，他三票了，三票谁投票我？Bobo票，哎，Bobo票我，你们小心哦，Bobo票我。太会了，Bobo。Bobo是逃跑的那一个哎、欸，啊，他会演呐、啊，他在演呐、啊，他在演呢、啊，不要不要，有没有别演了？出来，哎，刚刚Bobo差点 battle 成功哎、欸，好可惜哦。彪彪被民被缠到了，站出来，彪彪！我救他一下，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站出来啊，彪彪！没看到你，姐妹没站起来，
哪一首啊？他不敢出来，他不敢出来。姐姐妹妹快一起摇。他不是开始摇吗？对呀、啊。啊，狼呢？狼呢？没了，躲起来。杀人啊？为什么是狼嘞？对，反过来吧。人很多。怪的，那狼晚上不砍人，要怎么看？躲狼狼，他想要一天偷跳人。躲狼狼。狼狼。狼狼。狼狼狼上狼狼上，哎，杰克，你跟我想的一样。哎呀。导狼啊！哎呀，导狼导狼，这里在哪？哎、欸，不是我，不是我啊！你什么？你什么？你什么？我你怪怪的，有职业的，什么职业？狼人呢？你要想一下，可以后悔啊！我先抖，可以后悔，我先踩一刀。对，他是抖 A 吗？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抖 A， 应该死了吧？你看，你看，我们票他，然后他在那边，哎，反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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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预言家，分手好了，全部，我见习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是还没还反悔，对啊，谁反了？我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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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反，大家都反，按一下，按一下，我投团团一票，团团就不反了，没有，那个是波波投我的，哈哈哦，真是你哦！那我也按掉，谁没按啊？我也收了，我反了，我按呐。那谁没收啊？我怎么还有一个没收啊？一二三四五六，我跟你说，狼剩下我一个啊！我当然是，哎，波波被怀疑，我当然是先带他提醒啊！哎，这也是啦，这也合理啦。你要相信我啊！我这嗅觉一闻，他整个哎，闻到了，好呀。而且我第一天那个谁，发发的确是跟我对决，然后就说啊，我不知道谁啊，谁是啊，谁啊，赶快转移，好扯，哎，最后还在那边找狼，想说我人鱼可以唱歌，人狼都不见了，死太快啦，没有狼啊，有什么狼不杀人？真的是抖音赢了，太棒了，好开心，我没有把蹦蹦带走，没事啦，公告还是我赢，没事。那我们尝试看看哦。好，预言家就只剩一个狼人，再多一个普通的狼。好，四个狼。好，四狼。四个狼，好可怕。试试看看。不然这个啊，一个狼，两个黑狼王，还有一个是白狼王。哦。哦，内斗一下。不是，这个白狼王你要好好看仔细。他已经改了，改了。新的哦。也是狼人。但是他有一个技能是白天可以使用，让离自己最近的一个非狼人的玩家一起死掉。哇，他自己也会死，好狠哦！吗？哇，他自己也会死。所以如果狼只剩下狼跟怨灵，有没有白狼王也可以用这招？哦，或者是白狼王已经注定要被票走了，对不对？他就可以直接自爆。哦，啊，自爆。对，所以。白狼王白天就算被跳也不用担心，你就马上直接自爆起来就可以了，好吧？好的，好，我就是狼，试试看，三二一，走起！上一天的怨灵阿纪，哎，被抖音给弄走了。巧克力，你是什么？你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你要对哦，我也有来。哎，你木子，你去挖一下，去挖去，去挖去挖去挖，去解了解了解了，挖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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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是吗？他已经到绝情谷了，是在那个雪人前面，雪人前面，他刚学到哇，蚂蚁是那个吗？掘墓者，对，这里。拒绝，啊有有有有，那边有新的职缺，还是晚上才有吧？晚上吧，晚上才会有那个啊。哦，你小心，诺英在这里哦。诺英在楼上。有新的职缺哦。米菲怪，米菲怪吗？米菲怪听起来蛮强的。团团怪，团团怪，米菲怪，团团怪玩米菲怪。哇哇哇！他是什么的死骑士啊？啊？什么意思？他记得观察者模式吗？对，我读到他记得旁观者。哦。大家都不要用船的，太危险了。对，不能用船的了，要直接飞了。我觉得这样好难找人哦。读得到，然后他自己表示，哎，我。
杰克快跑、啊！哦，狼都在对面山上哎、欸。阿基，这是毒药，这不是孟婆汤啊！你倒了就别喝了。你好毒，你好毒！哎呀，你好毒！想再喝一点东西。再寒心，我还有点渴。下来，下来。我看到一只狼，在哪？孟娜是不是狼啊？我刚好看到你穿装哎、欸啊，没有吧？有啦，哎、欸，你说后面哎、欸欸，他说没有摆，他说摆，他说摆，干嘛、啊？我在打后面哦、喔，很奇怪哦、喔，很奇怪是狼哦。那你可以说一下你是什么？那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我是村民啊。村民，村民有几个啊？一个，一个，可是我是村民哎、欸，不好意思，你这个不好意思。我是村民，你是都是假的村民，假的，你要说你，你是换票师，我有勇气，勇气，我有勇气，孟娜 out， 话语希望勇气，好会，第一位玩家，优秀，没事，我这场我有做事，我不怕，很开心了，很开心，我刚刚才三过。救你！我可以读到你的。他把我当师级了，是不是？哈师级。哈师级。结果大师级。我以为我调的是毒药，原来是西瓜汁。啊、出事了。好喝。好，好喝，好喝，好喝。你翻。哦。四杀太夸张。狼人是什么 skin？ 狼人什么 skin？ 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小米东西，刚刚有人在念经吗？哦，他在我脚下。谢谢你们替我们念经啊！我闪光弹是什么啊？不过我先用了。是呀、啊哦。是谁？哇！小雨，小雨，真的是小雨！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屋子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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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子里。不能这样哎、欸！不能这样哎、欸！这里，这里，这里，这里面，里面。啊，出不出来啊？哎、欸，哪里？这边吗？哎、欸，没有，没有，没有。小雨嘞、欸？是小雨一票。小雨在哪里啊？没关系啊，叔叔，我们一起走。哦，欸、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关系。锁定你了，我已经锁定你了。我们一起走。另外一个是二零啊。我心灵相合。哎、欸，另外一个可能是二零，二零或米菲哦。二零米菲啊。是米菲，米菲都跳过了。进米菲。米菲。米菲，米菲是狼。小雨在你后面。米菲是狼哦。哦哟。小雨 out， 在此前猎枪击杀敌数。与你聊是非，与你聊是非呀。米菲是不是你呀、啊？什么东西呀、啊？我是女巫。让附近的玩家自盲。嗯。闪瞎眼睛。你按一按一，然后滑鼠指上去可以看到。哦，按一。哦，有有 有，感谢。好，还在我脚下，还在我脚下。对他。绞杀他。来呀、啊、来呀、啊。来对决吧！喂、欸，你又可以对哦，我可以对，我可以对哦。可是要白天才能对，不是吗？哦，是这个对哦。哦，那什么？哎、哦、哎、欸、哎，哎、欸、哎，有枪哎！没对，你的枪没有枪吗？你别吧，你骗的哦！你的枪在装子弹，对不对？雷动啊，雷动啊！弹呢？高枪，高枪，翻滚一下，马上就会换。在哪里啊？没看到、欸，阿爸你怎么爆枪了？你一整管全部爆了，而且我还开了连释发。哎呀，哇，今天不一打 A， 哇，今天不一打 A， 连 A 不了了。没有，说明你对手身法太厉害了。等一下，这两个，你的对手应该是个顶猎玩家，我看他那身法走位。顶猎，二零在那边，你。我不行啊，我什么都不能做啊。你们在哪里？二零要开传送门了，二零要开传送门。二零要开传送门。哎、欸欸，这谁啊？可以哦。这谁啊？什么东西？你遇到谁？上面了，繁星快走了。这上面是谁？你要小心哎、欸，你顾好你自己哎、欸，我有无敌技能。我看到刚刚有一个那个盔甲，不知道谁。盔甲？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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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哎呦哎呦哎呦！人那么少。谁啊？不要踩！啊，没叫是不是？啊，刚才是米菲。没有，小雨太明显了，你这样不行哦。阿奇，你有点怒气了哦，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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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没事，小颖，你尽量挖路。对呀。不是哦，这个。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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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行了，团团，我们来 PK 啊，团团，团团不行啊，这个武力不成对比啊，我要走了。小小雨，你可以继续生气了。没有，我看的不是他，我看的不是他。他怎么看是有一点小生气耶？不是，我就想说，不是啊，这个跑跳天不行啊。我都不在这附近了，我的队友不行啊。不是啊，你这个，你现在这个，我们都很气啊。那个，你到底在干嘛、啊？我一定看不到那个血在哪里啊！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那个脸找真的要想一下，要那一定是找不到那个血迹啊。你这样进进出出好像也不是很好啦。哇，我们离那么远哦、喔，然后你摸了你什么吗？你哎、欸，你也太那个了吧！你直接跳过。你不要过去，你不要过去了，你不要过去了，你不要过去了啦！过去时间就够了耶，我不是还在楼上哎、欸，哦，好吧，那我走了，拜拜，拜拜。你整晚可以埋伏他哦。对，我的天哪，你怎么了？你知道，我觉得他在玩抓鬼，你知道吗？他只会在同一栋建筑物里面走来走去，他就是领地是那里，他觉得那里那边是鬼房，有鬼，他觉得那边有人呢、啊，没有，他可能是超灵啊，可能没有超灵之类的，超灵只会待在自己的领域啊，对对对，动物级呀，特灵吧 ？What's your name？ Give me a sign。二位哦，对，本来是那个，我什么都不能做啊。有你是这个什么？为什么你拥有着最强大的一颗心？对，强的，你有勇气，我有勇气，勇气。静茹爱你哦，静茹爱你。我说嘿，你说嘿啊、哦，那是不同人，那是另一个吧？那是雅轩，那是雅轩啊。右边左，神臂左。哎、欸，这个人怪怪的耶。没事，我觉得他可能是不知道对的。他哪一队的、啊？谁走、啊？我不知道哎、欸。这个观众，又有观众迷路了啦。第七天了，第七天了。不是我们第七天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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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跳恰，我们在跳恰恰，米菲。不要跳进我，走开。来得及吗？有可能哦，好像来得及哦，好像来得及哦。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团团，你一定可以有信心。敲下尴尬 TV， 啊，白痴！哎，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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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哇！哈哈哈！我有一个疑问呢，因为我刚刚进来，我不知道，没听到前面，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血在飘啊？人的位置，不是刚刚有一直有说过，就是他可以指好人在哪里，那你就可以追过去。对，所以我要不仅是一开始有说，过程也一直有在说。你第一局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说，讲了很多场了。就是例子改例子效果比较好追人，这样因为以前那个指南就不知道谁看不懂，是狼人还是人类？还往人的方向，往人的方向，人的方向指标。我一直以为是我流出来的血，不是。哎，你有问题过程也都可以问，我们过程也讲过很多次了。好危险啊，都被他看到了，你就是一个寻血犬，这样想就对了。啊，寻血犬一直没有，他一直走到房子里面呢。他就是一直走，他就一直扫空，看到血一直觉得他一直扫空的，那是命案现场。一手狗狗，我刚刚想说他走同一个房子走来走去，想不到最有勇气的，哇，是村民带领我们火车团。团团三，哎、欸，团团三场村民哎、欸，那应该里面会有一只村民吧？一秒，骑士只当一秒，对，只当一秒就没了。应该是杀哎，很久哎、欸。然后收工了，还有西瓜汁喝。幸福骑士。好难玩这游戏哦。
感觉可以哦，感觉可以哦，可以可以，这样配置可以。那我们接下来欢迎张地图啊，好，我们前往美术馆。你说刚刚狼人配置可以吗？可以吗？我觉得刚刚的狼人配置很可以，是不是？没有没有，狼是人。哎、欸，狼不要跑跳，好不好？对，狼不要跑跳，不要跑跳，不要跑跳。配置可以啊，人没有。20把繁星炸死。对，20那个、啊、那个操作其实很强哎、欸。嗯，我也看到20，我想稳了稳了，看一下不会剩下狼，不对不对。你要气死了吧？做对了。他原本要加一的。好扯好扯。来喽，再来喽，三二一，走起。走起。哎，游戏卡住了。哎呀。有人要跟我 battle 吗？整整六十秒可以，你又要 battle 了，对，别要来，battle 可以留久一点呢、啊。好的，好的，你可以，但确实你也不一定可以留到第二天。没错，哎，你第一天真是好狠哦，你太狠了，太狠了，你是个狠人。哎，有无抗跳，还是有几个抗跳？你是不是要跳过人家按到自爆了？最好是显示伙伴都按到自爆。哎，我都成功把空投了，太狠了！太狠了！今天更新啦！我这个傻眼，把空空了，空把空空，噔噔噔噔噔。哎、欸，等一下，你死太多了啦！死太多了，太夸张了嘞！对耶！哇，这个美术馆比较小，对，四郎太可怕了，四郎太可怕了，太狠了，太狠了，四郎有眼。也就是说，现在只剩两个，不是狼。哎，这好像不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白狼死了，所以三狼，三狼啊，三吧。先让医院领啊，好好难哦。欢迎自爆啦！欢迎是不是啊？不是啊，怎么可能？我刚刚跟你们。那你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他院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院领啊？他几种啊？我不告诉你。哈哈哈哈哈！真的。哈基，万一哈基在跟你，你真的是人鱼，那你要小心哈基。你要你等下赶快上欸！哎，你怎么这样？你干嘛？啊？嗯？完了！等下有几只人鱼？现在有几只人鱼？那是抖音啊！那是抖音吗？哎，他刚刚团团有唱歌欸！对啊，刚团有唱歌呢。嘿，谁？他有可能。乱分析，跟我分析，跟我分析这个人是唱歌，马伊是假的。哦。马伊是狼，然后那个哈基是抖音，对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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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团唱歌，所以马伊不可能是那个人鱼。对啊，对啊，所以他，哎，所以他是狼吗？除非他绝，哎，我 bingo， 答对了，你答对了，所以还有两只哦，哎呀 ，bingo。哎呀，出代志啦！大师兄，你要远离哦！不要了哦！大师兄，哎，他既是好人呐，你们活着要相信他，还是相信他？他可是抖 M 吗？笔叔，拜拜！这笔叔好有趣。嗯，超酷的现在。等等等等，剩下三人都会发光。但你抖 M 呐？可是他不是，你要猜他不跳啊？猜一下跳嘛，猜一下。所以你们三人可以沟通了，我们不能说。那为什么怪怪的？繁星有一票，不是。啊！快点，哈基有问题。可是我不能跳他，太怪怪的。不是，帮我猜猜票。那你票我好了，你票我，你票我，你票我。真的，你票我，你票我，你票我。你上来三楼，你上来三楼。哎，三楼啊，他就在三楼路上啊。你哦，不对，我不要。你打我，对人呐。打我，打我。你不要，我下来了。双眼。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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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要上谁嘞？最后的结果，最后的反悔了，反悔了，原来是抖 A 的，抖 A 好强哦，抖 A 好强，就对了，逼上去就对了。我记得旧版的就是抖 A 这样太强，之后被改掉啊。完全就是一个拿那个票去逼迫你耶，对啊，一定要投我啊，你不投就死咯。哇，太狠了，我抖 S 啊，打消烦心啊，我被打起来了。麻衣真的是狼，哈基真的是抖 S， 没办法，我被抖 S 逼的，好可怕、啊，这个抖 S 太恐怖了。而且那时候如果是繁星出局，就是小雨获胜了。对啊，对啊，我刚才找的钓竿找太久了，找不到钓竿。小雨真的有飘到繁星就有机会。我没有，我被哈金打下楼了哦。无情的狗耶，好无情。他先骗我把我打下，我再把票收回去，再打在繁星身上，太狠了。太狠了，太强了，太强了。嗯，狗 A 的票不是被视为无效票吗？没有吧。没有，无效票，但无效票好像是出问题的吧？这个是一直都出问题。哇，他一直都有这个。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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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书本里面他写，他会显示，但是他会说是无效票、欸。无效票。那繁星就可能被票出。刚是哈基打我啊。对啊，只有哈基打繁星。而且上一场那之前不是有两个人在打架，但我是抖 N， 他就也没有对啊，他没有发个无效票出来。哦。对。那我觉得他这是无效票设定的问题。无效票他可能都会显示。但是抖 N 的票，它会是会扣掉这样。对，就是它无效票显音应该只是 bug， 因为它已经反悔了。哦，对，但是就是抖 N 它票你，如果你真的相信它的抖 N， 就不用担心，嗯，你不会被票出，因为它是没有的。哦，了解。这可以试试看，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其实没有抖 N 票出人过，哦，都是它反而被票走。哦，耶，这样子也感觉比较合理一点啊。对，嗯，对。我们可以再试试看，试试看，好嘞，来喽，三个一，走起！哦，打我会有那样的局面，我会打的，打我会，怪怪的啦，一直打，一啪一滴啪，你又这么 N 哦，没有人在啪 ，N 哦，就是有人在 N 呐，我是 N， 打我，是有人在 N， 那个，哎呀，怎么白痴哦，哎呀。哇！哎呀，你在哪？他撞了谁？他撞谁啊？没讲打谁，他没讲。只有被撞的那个人自己知道吧？对。对啊。之前被撞的人好像也没有写，他也没有。他没有写，他没写。嗯。他不会写。麻衣是什么啊？反正好像有说是麻衣。我吗？我没有在他旁边。没有，我是说白痴哦。不好意思，要倒。有偏点到的吗？那掘墓可以去掘一下哦，掘一下撞人、啊，掘。要先找到他的墓啊。有掘墓者有那个指标可以找，在晚上的时候会有。哦、不对耶，不对。掘掘。对。掘。干嘛？完了完了完了！哎、欸。根本也不对耶。我那小心点，小心点，总在身体加速，快跑快跑快跑，不要跳不要跳，用跑的用跑的，十秒。快跑快跑。哦。用跑的，用跑的。王总在夜总会。十秒，没了没了，用跳的，用跳的，跑跳跑跳。哦，救救我！哎，好玩。我一打 A 好玩，这不是他前行哎，你们真的很好玩哎。哇！中奖四个，一次打四个人，真的越来越好玩哎。繁星，那个不是米菲，米菲是狼，米菲是狼。米菲啊！你刚笑成那样子。那我选一期。弄一什么？弄一什么？那是好人。是吗？好人有很多。刚刚多了。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我觉得好人有点少了。我们啊了一下，然后就出事了。这是不是怨灵？你刚看得到我还是怨灵呢？哇！可以啊，没有啊，可以啊，怨灵可以切换哦，怨灵可以切换，你先米菲啊，米菲先啊，米菲先，你弄米菲啊，米菲先啊，不管怎样米菲先啊，你先米菲啊，米菲肯定是他刚笑那么开心，然后他直接就说好吧，然后他就干嘛，他跳过白天，
他是抖 M 吗？他不是抖 M 啊，我不觉得是，不管，我就要把他投掉。你是居然真的是。哎呦！哎，武器，好不容易还有这一场，是什么？等一下，我要说一句话，我是狼，我是狼被狼杀。哇！哎，蚂蚁，我跟你说，我跟你一样啊！我没杀你，我没杀你，我没杀你。不是啊，他也是被杀啦。不是吧？我杀的。哎呀，谁呀？我怎么杀死狼？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跟波波都被狼给刺刀了。对。好恐怖、哦！是两个狼杀两个狼，两个狼杀两个狼，我杀了狼，人就以为场上狼很多，因为没有着装，然后又一团人的状况下，哦，这也是啦、哦、不过死的是狼哦，那我没有那么难过了。哦、有啊，可是刚刚你们在唱夜总会的时候，是有一个狼被刀掉啊。哦，哎，对，我们越来越好玩哎，对，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们被一个狼追，然后跑到前面出来两只狼哎，超恐怖的。孟娜被杀，这个操作可以吧？然后就直接让他了。白狼不是，白狼刚有讲，白狼是已经自爆，他是自爆，他是天自爆。他只是好多人下水，越来越好。他们都有狼哎，我刚挥好，全部都死光。你手起刀落，有就是你手刃两狼。哎、欸，这样不对。你狼你哦，看看啊，你看那个米菲被误会，他都那么开心，就代表他其实没有。我有说，我有说是抖 M 啊，你们就说我绝对不是啊。我就是想说啊，没事不管啊，也很像狼的感觉。因为你只是就好人方去质疑而已，你要直接跳狼了。直接跳！哎、欸，这样你是票，你就相信了。这样票的就是我了，也不行。不会啦，不会啦，你要对我们有信心呢、欸。当然对你最有信心了。先打他好不好？好扯。好，总开夜总会。明总在查没罪，真的黄货色。没错，我昨天是没查。黄总在哎，黄哦。黄。啊，唯一选择好不好？这个抖 M。太暗了，太暗了。我觉得抖音比较好听。打我，打我，打我，要打我，打我，打我。有没有去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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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我要看。打我！哪里？哪里？要。我要看，我要看。差不多了吧？一下。打我！我要去挖一下坟墓哎。啊，这个有挖坟墓的吗？可以跳。有啊。哦，现在还有挖坟墓。哎，那个是鬼。然后有人倒才有啊。你手上不要拿东西。完了，我跟你讲，完了，玩得好玩吗？预言家现在讲话了吧？可以了吧？预言家都可以。繁星是狼，繁星是狼，繁星是狼，繁星啊！来啊，我手上有枪，来啊！加速时间，大家直接用跑的，不要跳。我跟你讲，后面全都是团团没了，加速没了，你可不可以救一下我团团？我没看到你在哪里呀？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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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没事哦，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完了，繁星是狼，繁星是狼。想一下哦，我刚只到一个人哦，你们人群之中的其中一个，来吧，来吧。是波波吗？是波波吗？来吧，那还好，那还好。谁啊？来吧。不是我啊，问题就不是我。哎，我要赌了，就赌了。在哪里啊？我去挖坟墓啊！他们死在哪？我以为他要自爆了，你知道我很害怕。我来自爆啦！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你在哪里，波波？我在一楼，我在世界的体贴前面。我得要死了，我得要死了，我得要死了。你是世界的体贴。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我看到你了。快挖他，挖他，挖他，挖他。那我跳过，你赶快去死吧。你太酷了，好笑。又不是哎，好吧。我跟你有仇吗？啊，你就站在墙壁旁边让我死啊！完了。倒了倒了！我不是狼啦，波波也是狼，波波也是狼。我又想挖，又想挖，又挖又挖，你又挖，哎，又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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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波波是狼？波波是狼，波波是狼。杰克的死前遗言。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个很厉害，你好可怕。
没事，应该很多人了。是药，是药，毒药。我刚看到团团也是。剩下两只，两只。团团是啊，团团是啊。波团，好，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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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我没有毒药了，我的毒没解药了。你是没有，你有解药，你没毒药，没有毒。我的没有毒而已。对，我的解药还有我的。他在那个外面，团团。外面。他在橘子兵旁边大厅。干嘛？干嘛？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哎，我怎么没看到你？到底是谁是鬼？到底谁是鬼？波波啊！波波啊！哎，团团，我跟你讲，认真，我是狼，我变成狼了，你要帮我，你要帮我，大哥，波波，没错，要打打巧克力啊！不是你还在说我们人笑嘻嘻？波波是谁啊？波波是狼，大家还记得吗？杰克死人伊恩跳过，法法法法跳过，跳过吗？好，跳过跳过，睡睡睡睡睡，哦，哦，伊恩要记得伊恩，剩下团团剩下团团，哦，团团，坟墓不挖挖坏的，没有，没事。我挖错了，是绝，有可能还有两狼哦。我反正我们先票团团。掉，是哈气吗？哈气吗？哈气也是死了，哎，哈气还活着，哈气活着，都没讲话。哦，他是不是关到麦了？你换人关到麦，有吗？有吗？有有了，有了，有了，不是狼哈气，不是。我你怎样？你怎样？你我怎么了？我努力跑，我努力跑。我跟你讲，刚刚他砍了我两下，我都没死。为什么？你好强哦！你是不是？你好狠哦！他那个勇气不是按了就有？好像怪怪的，勇气是一个棒棒，击退棒棒。哦，可是他是哦，我以为女巫啊，女巫应该不会啊。我不是女巫，我刚才被砍了两下，然后我没死，还是因为刚那个刚晚上。哦，有可能。好卡哦，晚上的时候有啊。爷爷，我飘到了，是不是？不是，别别别，你要飘，你要飘，来，是我们飘过，我们飘过，走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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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他自己在哪？我已经在这啦，我已经在这啦，这喷水池啊！我帮你，我帮你，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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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跑，你走，走进那个团团团团。OK OK， 快跑快跑快跑！你是谁？哎呦哎呦，鸽子鸟说话！快走，你快走，你快走！快跑快跑！哦。来了！加速跑，加速跑，跑跑跑跑！哦哦，我都看到他在那个晚上的时候，他好像有无敌三秒还两秒。对，刚晚上的时候，刚晚上不能马上被刀，所以是一晚上的时候被砍到。对对对，被砍了两下，所以没死。哦哟，我还想说你是给自己解药。我想。哈哈哈哈哈哈！这个例子就不要，这个要练习看哎。对啊，这个例子超好用的哎。对，是还不错用，这例子很好用，比之前好用多了。要稍微习惯一下，要再我直接找到躲起来的敌叔，我超傻眼。巧克力就找不太到了啦。你可以尝试找找看。加油！对，我没有看到粒子效果啊！哎呦，没事啊，亮在上面，好美好。你在下面啊？对啊。要 battle 啊！ battle 跳下去啊！好啊，我们先跳下去。你在上，你要先跳啊！喂！哦哦哦！九十秒的怨灵了，怨灵啊，好狠哦！加速三十秒了，好狠，好狠，难怪哦，太狠了。最后是什么？我票你，然后你自爆了。我用自爆想说炸炸看啊，你有炸到吗？没有，会那个炸到，没炸到。先算你死亡，先对，先算死亡。对啊，对啊，哦，嗯。而且，对他应该是可以炸怨灵，他是可以炸怨灵的。只是对啊，我就被炸死过啊。嗯，对，因为你先死，然后就直接是结算了，结算优先。哇，可惜了。我第一次哦，发发是女巫哦，九十秒的。对啊，女巫啊。他说我刚打一打，打一打，我就说嗯，你获得了女巫的无敌药。对，我还给你无敌药。我无情啊！贿赂他是不是想说给他一个他就不会倒你？太无情啊！我太紧张了，我竟然按错，捉错人了。没有，我的毒已经没有了。
他的毒已经丢在我头上了。我超级帮你们啊！怨灵没发光真的好强哦！我应该没死啊，我就看你捡了狼装，然后我就躲到角落，然后擦波波。哦，是狼！你知道我以为死掉是你，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我认真？我以为死掉是杰克，然后就按，然后结果他怎么？那是诺伊茨，五个狼啊！太可怕了，超恐怖的啊！刺激刺激！来咯，再来咯，再来，再来，又背头，走起来！要背头，好，太危险。你要不要对决？平平淡淡的，不要不要，我很棒。平平淡淡加一啊，那你要走一下，平平淡淡，是吧？抖什么？你是抖 M？ 哦哦哦，还没跌到你们就按了，没关系啊，平平淡淡，要出大事啦！很危啊，很危啊，先不要。繁星四郎，繁星四郎，繁星他专装了，哎，奈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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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觉得自己怪怪的。他进行什么？我指向你了，对不起。那边没有怪怪的。有啦，等一下就知道了。我是这个哦。哦，不对耶，不对耶，不对耶，学起来，学起来。可是我这个等一下再用啊。哦，没有，我的意思说，我这边我倒，你会倒。啊，哦，那我保护你。他竟是好人，他竟是好人。你感觉是好人吗？啊，小雨，我一直都是好人，我真的不坏。可是我感觉你有点像怨灵呢。杰克是狼吗？我不是啊，我不是。这个感觉比较像是怨灵啊，这个。不是不是不是，我哪一个哪一个？你说哪一个？我是骑士，我是骑士。哎，团团那个，我们这边都好人。No。原来你们躲在那边了。发发四郎，发发四郎，发发是不是？发发来对决四郎，发发四郎。刚刚小雨的最后一眼，他自己是什么？小雨最后一眼，还不行不行，还不是梦到是什么？他什么？我听得到是矿车，什么什么的？火车列车。哇！一换一，一换一，一换一。我跟你讲，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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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啊，什么？救命啊！那都是好人，我们这边是好人。死啦！波波是好人，波波是好人。我是好啊，我就不是他好人。你查我跟他自己外啊，恶灵是鬼啦，恶灵死了，完蛋了，反指标，反指标。那你还是要查一下哈记哦，我还想说他不认识怨灵。我等下中他，我等下中他。你查过哈记了，好好好，那就剩孟娜啦。怨灵饱了吧？还是你等下怨灵，我是猎人啊，我都已经中枪了。他谁是怨灵？你跟哈基都被查啦、啊，所以，那你们两个都是好人啊。怨灵有可能是杰克被炸死了。哦。在楼下，在楼下，在楼下。笑了吧？等一下、啊，等一下，真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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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菲是怨家，他查你们两个。不是怨家、欸啊。哈基是什么？是他查。米菲有查过哈基吗？对，我查过哈基，哈基是好人。我一定要说，我刚刚在按那个电梯，然后不小心把恶灵打死。抓！你们用把自己打死。打！怨灵，哎，怨灵真的是杰克，是杰克，他们太厉害了。哇哇哇哦！我刚刚按电梯，然后恶灵在面前，我就直接把他砍死。为什么你按电梯会用到左键啊？因为我按错。用恶灵的性命按了电梯，哭了。恶灵电梯，恶灵电梯，好扯，好扯，好扯。哎，放在上面超多狼是怎样？你知道刚那个楼梯一走上去一转弯，然后就两个狼穿装，我快吓死了，赶快下楼，赶快先丢一个毒，然后狼继续追我，没办法。我还看到小雨的那一瞬间，发发直接在面前变，太狠了，太快，变了，太无情了，太无情了。啊，那我们多加一个好玩的、啊，好吗？啊，抖音好可怕、啊，先休息一下。抖音不要了，胜率过高，胜率过高。比特来了，哎呦，好不老。不会，丘比特他就只是很单纯，他可以配对两个人成为 CP。
哦，不是自己了。的话就变成是第三方阵营，要想办法两个人活到最后。哦、只要场上剩下三名玩家以下，包含两人，就是愿那个恋人直接获胜。嗯，以前的话是要让恋人有没有两个人都活到最后，现在不用，他是说三名玩家以下。哦，对，所以只要你们那个 CP 再加上随便一个玩家，这样子的话就是 CP 获胜，就 CP 获胜了。哦，对，那 CP 那个丘比特也可以指定自己跟一个人，就看你，你也可以指定就是 AB 两个人这样去弄。所以丘比特你也可以晚一点再使用，就是哎，你知道这两个人都是狼人，你就把他们变成 CP 走。对、哦，然后这样子走，就是他们两个一起走。哦，哦好玩好玩、欸。那可以第二天再点吗？还是可以慢慢点？他是没有特别说的，可以改变的吗？他是可以改的吗？就是三角恋吧，不要吧。你指定就确定了。哦，但是你可以有没有？你可以第五天才指定也可以。哦啊 ，OK， 就是指定了之后就不能改了，但是就是什么第五天神父有没有？那就是让你们结婚，让你们结婚，结婚呐、啊，在一起，在我面前在一起。这个丘比特点到两只狼，是不是他自己变狼啊？他变狼阵营，对、啊，他变狼阵营，有吗？对啊，对啊，他写说如果他选的两个人都是同一阵营，丘比特也会变成那个阵营。哦，对，哦，丘比特很强哎、欸。那他很强哎、欸，五只狼哎，所以你是狼两狼，你也自己会没有斧头啊？他没有斧头而已，对、啊，应该是没有，他没有斧头吗？他跟胜利条件一起吧，应该胜利条件。我是这样哦，哎、欸，反正我们就试试看，他是这样子写。好啊，我有剑，我有剑，他可以砍自己吗？他怎么指定自己？三二一，走起！他是书本吧？哦，书本。嗯、应该是书本，但是反正就是你不一定要在第一天弄，你可以等到后面再来。走那个时光，第一天等那个吧，三十秒再跳过。好、嗯，没有，我相信你们会等三十秒后再按，然后就打都这样想。没有，他这么快就按的，就跟刚刚有投票一样 啊, 啊, 啊，反正会有人投票，不需要我。我很相信你们哦，你们不可以相信的。啊，瞬间归零，快点。归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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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呢？我只是接的很刚好，接的很刚好。哎，繁星，哎，繁星不太多哦，你怎么被打不死啊？哇！哦，杰克怎么是狼啊？等下我查到，我可以讲吗？可以，可以，可以。杰克不是狼啊！哈基是狼，哈基是狼。你把杰克杀了，我要跟着你。爸爸是鬼，你把杰克杀了。鬼，杨宇唱歌，我唱了，等下爸爸你要唱吗？你要唱啊！你要支歌，不不，等一下，那个刀法应该是熊猫团团哦。我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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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没事，你有用的。没有没有，你后面没狼了，你后面没狼了。阿基，他不是有狼吗？孟娜是孟娜，孟娜是狼。团团什么啊？我团团啊！剩八人。孟娜到了，孟娜到了，杰克到了，巧克力到了，谁还有谁？我忘记了。谁？我刚想刀我。对他想刀你。哦，那你要拿对东西刀我。你要拿刀，你要拿刀，不然是不会死人的。啊，你没有剑吗？你要拿剑，你有剑，你才是 Q 出来了。放第一剑，放第一剑，让剑去漂亮。对对对，要看你一直拿钓竿。这是被害者现身说法。被害者现身说法没错。好惨呢。剩下七位玩家。团团舒服吗？团团。团团听起来很舒服吗？哪里怪怪的感觉？怪的，荡哎，舒服吗？荡哎，哎呦，空降啊！二零啊，二零跟迪叔啊，二零是好人哦，那就迪叔了，那就迪叔了，繁星，是我啊，麻个头啦，麻个头啦，麻衣刚刚在我旁边。哎、欸，他是好人。那米菲，我是在你旁边。米菲，我是也在你旁边。米菲，我是刚也在你旁边。马一，快跑！马一，你后面，米菲，马一，快跑！飞鱼了，飞鱼了！飞鱼，
死什么鱼？你会死哦！小说作者，你会死哦！你会死哦！有人死了！哇，完了，他死掉了！哎呦！哇，直接一个秒票！又不是我，小雨啦，白痴，我不要小雨的啦！不是我，到底是谁？好混乱！二零，我该怎么办？小雨，你是什么？小雨，你是什么？二二零，二零，我推你，二零，我推你。二零，我推你！我唱歌的，不要这样对我。他没有卖唱的，我卖唱的。我是大海市，他是哑巴，我才是。他是哑巴。你是人家是哑巴。他不会唱歌，他不会唱歌。他是哑巴。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好凶哦！你叫你坏坏。坏呢？好贱的你！好贱的你！前面杰克有讲，杰克有说，繁星你怪怪的，你怎么不会死？要死！我二零哦。哎，我以为你砍我，怎么办？我以为是你砍我哎。一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前面有那个狼人，我就赶快先弄一个包包，然后想说第二个要用谁，要用谁，然后听到哈基是狼，马上选哈基。我就被哈基跟爸爸绑在一起，你知道吗？我是好人啊。我是托比会这样帮助好人方，舒服吗？我觉得还好。我刚刚解释一下，我刚刚就站在原地，然后他就拿着刀从我这边冲过来，然后我就按了一下毒药。太过分了！哎呀，你哎呦，没事，他很常这样对我。我说团团，嗯嗯，太难了。所以这个丘比特还是可以帮助好人的。丘比特感觉比较好玩哎，我也想当丘比特。那就可以配对啊，反正你有知道一个狼，那就随便配一个好。我一定配我跟鱿鱼。是玩啊！拉人下水，小雨好惨，好惨，完蛋，完蛋，完蛋，好惨，好惨。就是开心吧，开心吧。你是超像。没有。小雨是哑巴。小雨是哑巴。小雨是哑巴。不是死那么多人的，怎么人鱼还在啊？我发现小雨每次要穿衣服都喜欢穿人鱼。我每次都穿到还在的人。你超喜欢穿人鱼衣服。今天谁啊？人鱼比较好躲啊。来哦，那我们来换一个地图。好，最后来到我们的经典城镇。哦耶！咸酥鸡是吗？咸酥鸡不玩过了吗？哦，咸酥鸡玩过了，不好意思。什么咸酥鸡？这个是那个摩天楼，有女人的吧？有女人的。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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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不是你刚刚就大拉拉的站在路旁边，你知道吗？我想说那边，说你那边有狼，结果后面来。对，我看到，哎，怎么杰克后面又来？你掉了哈气，怎么了？坏，玩坏了，那个很容易玩坏。对啊，哈气把玩坏了。哎呀，哈气把你玩坏了。哎呀喂呀，哎呀喂呀，哎呀喂！好好讲话。哪一个是坏人？你不知道你是坏人，你是坏人，带罪这么快，这么快啊！我先跳下去，我很害怕。好好，我保护你，我保护你，我死点快跑！你干嘛？这小雨也是狼哦，小雨是狼，小雨是狼，我帮你飞远一点。摩天轮有两个狼，摩天轮有两个狼。那另外一个是爸爸，爸爸退哦！这里快点，我死了，快点，我死了！啊！啦啦啦啦不！怎么那么残忍啦？团团啦，熊猫团团，你怎么残忍啦？卖秋瓜，卖秋瓜！不！丢过下！我的心情丢过一哇！哇！哎呦，这是哪个坏家伙？坏的你，是不是二零二零？二零直接二零，哎呦，有鬼哦，有鬼哦！没有飘二零就对了，游戏飘二零就对了。说话，二零二零二零啊，对啊，他在桥那边，大雾大雾，他在桥那边，那个桥那边，哎。哎，他在哪？在哪里？他在水里游泳，他游泳跳到他的水沟吧。水沟，他两票，他两票。水沟，这么大的水沟。刚刚有鬼魂，你这个水沟跟我们印象中水沟不一样。你说有鬼挡到你的枪哦？有鬼挡到他的枪。有鬼挡到你的枪。
不然迪叔就要死好了。啊！哇！秒一下啊！有人要杀我、欸，越来越凶了。可以继续秒哦，晚上才能。哇！可惜。哇！那你等一下就知道谁挡住了。没有没有哎、欸，没有没有你是骗人，你是说谎。列强命中还巧克力。真的不讲话，你怎么不讲话？到了鬼魂，抓到抓到，恭喜啊！主任，爸爸，爸爸没事没事，鬼跟波波下去了，波波下去了，对，鬼跟波波下去了，好可怜哦，他这是巧克力，关火，这是 hot chocolate， 哎呦，你们两个，他已经死了啦。哦、你幽灵挡住猎枪啊，大哥！你们是好人，你们要加油。我先 let it go。你先 let it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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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it go。你说你犯贱了，你开始输了，你好，你毒杀了我，我被毒杀又被毒杀了的。哎，我太敏感了。哇，这 let it go 了，好不好？我的灵体会先在那里啊，你的灵体，他被灵体会先在那里。灵体还在，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要作者看有没有办法，要稍微，因为他的侦测改了啦，对，改了的关系。上一次没有这样哎、欸，小雨是什么？好可惜啊！这一次就疯狂的灵体，不是丘比特，包括你是什么？万圣节啦，万圣节啦，所以有诺因嘞，诺因是什么？我们是忍者。包宝，你是什么？我是好人啊。你是什么、啊？那个发发可以，哎、欸，发发跟杰克都死掉了。哇，你刀的是不是那种？不好意思，不是不是，那、哦、我死了，我死了。你到底是什么？哦，有鬼有鬼，出事了，不要不要。现在好人剩几个？应该自己盘，你要自己盘，自己盘。我们死了，应该剩一只吧？可是我不知道狼是谁。波波，你是什么？你是好人吗？我是好人、啊。不是，我看看你是什么职业？你是好人吗？温明。欸、大姐，哇！是你获胜啊啊！我竟然跟在你们的屁股后面拍手！你怎么在这里啊？那不知道送你下去了。刚刚发生什么事啊？被票吗？他被我票下去了。剩下的全部都是狼啊！对啊，只有那个。没错。我一个怨灵呢。我刚加入狼方啊，因为我。用看到你们说小雨他是狼，我就先点他。然后你们又说团团是狼，我又点他。丘比特 CP 了两个狼，所以他也变成狼人方了。没错，很猛很猛。因为可以吧？可以啊，可以啊，不是跟你 CP 很棒，不是跟你 CP 就很棒。好棒好棒，开心。刚主要是那个各种挡住了，对啊，挡住了。哎、欸，我一开始还看错，我以为我是猎人，结果发现我是狼人。哦字，字真的很像哎。啊，多看几下，多看几下。嗯，再试一试这配对。哎、欸，好好玩哦，配对超好玩的呢。走起，你还真的配成功了。哦，对啊，说配就配。怎么又是这个？你又是什么？你又是什么？不知道。这这都好危险，不知道、哦、你这个不知道听起来很奇怪哦。那我们打开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通知来看一下啊。哦，这可以踩哦。又是抖 M， 踩、哦、可以直接上去哦。是不是进入奇怪的小房间？我以为哈基又在穿门了，在开放区。对啊，我以为他又来当我。你在开放开放什么？可以那个开放区啊，跳跳跳。你在开放的房间。对啊，做坏坏的事。不要好好讲话，不要不要好好讲话。开放的房间、啊，你的言行我们会好好的审视哦。好，你不要触犯三原则、哦。哎、欸，你确定吗？好好，三原则，我是边缘游走。OK， 你确定吗？阿基是好人。哎、欸啊，啊，命短啊！命短，命短，好惨的。我也快命短了。我命也要短了。工程师逃了。哇，在那边，不要了。好好好好好。团是好人，你在书柜那里良好家吗？团团是好人，团团是好人哦。好，先放置。等等，你可以救我吗？如果鬼进来啊，命短了，我要倒了。命短了，哎、欸，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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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那个导师，哎、欸、哎，好凶！完了。
这个人怎么两次是啊？这样不行啊！二零是什么？二零应该是好人。我刚刚不是飞在你前面的忍者是谁？太扯了！好人，忍者，忍者，顶压压在这个忍者身上。是忍者二零，全都碎了。对呀、啊、对呀、啊。嗯、我要压在你身上，明星占星是决斗死亡，我决斗打赢了，然后我把小雨带走了，没关系，你刚如果看过我也把你带走，我知道啊，好，那就是迪叔啦，迪叔，不是啊，我是那个小鱼牌，小鱼牌是什么？小鱼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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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小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是鬼。No， 我可以读你哦。一言不及，你读我。你要不要来看看、啊？有灵球，有灵球。我是姑姑 man。姑姑 man 又是什么啦？姑姑 man 是怎样？小鸟，他是好，他是好好人、啊。你可以那个二零可以见证我是好。哎、欸，对，抖音没了，还是你是丘比特？哦、巧克力之狼，巧克力之狼，这是我的。对呀、啊，你看，你是 bad man。哦哦哦哦，哇！也挺对的。蚂蚁那个彪彪是怨灵，彪彪是怨灵。蚂蚁，蚂蚁可以，蚂蚁可以，蚂蚁可以。蚂蚁，等一下，我们让你活。蚂蚁，我让你活，我们等一下去票那个票那个。是好，伯伯再见了。哈哈哈哈哈！我是韩星啊，不行，我不能嚣张了。再见，溜了，溜！我要进入猎杀了哦。对，我是谁？猎杀我人哦！我说中，我们去抓巧克力，巧克力，蚂蚁，我猎枪指向你了。我没危险，真的，喂。Where are you？ 诺英，我们冷静哈，我们做那个促膝长谈一下。没有，我是怨灵，诺英直接票他了。诺英直接票了。我们促膝长谈一下。怨灵不是好人吗？怨灵票了。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抓住更多的坏人。诺英票他，不要犹豫，他是怨灵。您可以听我说一下呀。摇死！我说什么？你好猛哦！好扯！他上去，他上去，你上去下来再票他，好扯哦！哇，好猛啊！老师教的，蚂蚁拜托，蚂蚁，让他走，让他走，蚂蚁，让我看一下，我还有五十几秒，我想一下。你想一下，你让我闪一下。你要闪去哪？没有，其实我是白狼王啦，巧克力你拿我撞一下。好多职业哦。你好多职业哦。太多了吧？要做副业是不是啊？这个胖图。胖图。干嘛呀？蚂蚁，我跟你讲，我们先一起跳巧克力。还有两档，危险！要修，蚂蚁你会死，蚂蚁你会死，你赶快！蚂蚁！哇！再见了！好了，这就是我的波纹了，每个人的波纹。两只老虎，我跟你说。两滴，哇，你这个歌很猛哎！迪叔找到票巧克力，啊，你在哪？哎呀，他跑去哪？我不见了，我好了。神秘三角洲，我来了。神秘三角洲，危险！快走！我们来得及吗？鸡。我觉得有点难呢、欸，来得及吗？鸡，好像有一点。那你上去，我下去。我觉得有点怪，我觉得好像模样怪怪。那飞到我，哇！四秒，哇！运气不好，你完蛋了你！太狠了！不起了！你还转头看他？怎么打不死你，迪叔？怎么打不死你？没错，打不死你！哇！
OK， 拜。你要被你我打不死哎、欸。OK， 拜。OK， 拜。哎，梦记我护票。梦娜穿装啦，你跟麻衣不太像了啦。我有穿。没有。我前一秒我已经穿了。妈，你想说看到，我想说看到小雨想刀小雨，然后你就把我杀了。我以为你是蚂蚁，我通常是跟着冲上来。一定会错乱，偷懒错乱。我以为你是蚂蚁。丘比特呢？我跟你们说，我丘比特一开始就被杀了。哇，我没办法，所以你要赶快配对。我没有办法配，因为我那时候不敢。多好啊！不知道谁是好人、啊。就多好啊！随便，因为我不想别人随便配啊。还想帮别人结婚？自己快死的时候再选一个。啊，麻衣他们都是坏人、哎，你看，哇，哈基是第二个骑士哎，对，我是挖出来，我前面挖出来，挖出来，太没办法了，欠揍啊，提出，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 来，那我们最后来刺激的，好，蠢蛋，我们目前都还没有玩过蠢蛋，对。嗯，这个、我们之中有一半是蠢，这样会不会太多？不会吧，差不多太多、欸，一半二分之一太多了吧？二分之一太多了吧？蠢蛋那这样要稍微看一下哦。蠢蛋有什么？就基本上蠢职业的话，你的技能就是反向的啦。嗯，反向对。蠢狼人，哎、欸，蠢狼人的武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哦，所以他还是可以刀人。哎呦，哦，好像还好、啊。那那穿装的话是隐形，但是缓速你会反而比较慢。哦哦，纯黑狼王没有办法，你会显示命中，但实际是没有啊。你很气耶，这样这样很气耶。纯白狼王，你只会自己倒。这个很不容易哦。纯忍者好好笑。纯丘比特配对完会公布，所有人都会知道，但还是可是还是有配对的。对，啊，纯预言家就是查狼，哎、欸，但查到狼会显示好人。可是他这个，这不就是反过来的？查到狼会显示好人，啊、查到好人会显示狼，这是反过来的，错乱了。这是这样又反过来。重点是预言家，可是你不知道啊，自己是不是？嗯，哦，对，一场会有两个吗？没有其他的，对他技能就是正常的，但是只是查验的是反啊。对，那你自己不知道啊。哇，这个女巫真的很恐怖、啊。女巫呢？你的毒其实是解药，你的解药其实是毒药。哇，我有解药了没？好可怕！你以为还有解药呢？这好可怕、哦！啊，猎人就是一样，命中只是假的。忍者，人鱼好飞哦！哎、欸，把所有人传，忍者的代罪，自己传到狼人的旁边，还会发光。哦好好好，对，超傻眼的，他的武道很猛哎、欸，互换位置变成全部人传送到自己身上，好想玩看哦，所有人呢、欸，靠，要想一下、喔，要想一下呢、欸，他会帮到狼哎、欸，过来，然后人鱼唱歌，原木就只是要棒了，还是自己先带罪，发现自己不是，然后把所有人拉过来，没有，要玩刺激，当然是直接按那个啊，不是啊，武道带罪到他旁边，再全部拉过来，这样子、啊，不是狼人的话，你会把他刀，是狼人反而是你自己死，就反过来，啊，怨灵的话就是没有无敌。你一样可以显形、隐形，但是隐形会发光。哦，好混乱啊！试试看，三二一，走！真的有点呛哎。嗯，啊，不再像是以前是反过来很好辨认，现在就变成是你很难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蠢的，没办法验证自己是不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有人要吐了？你怎么了？怎么了？只有少数的有办法验证自己了。啊！你干嘛？这里太多人了，我要走了。也是，我想看自己是蠢，我想看蠢忍者哦。我觉得是可以想一下，忍者可以想一下啊，都会秒杀啊，忍者。秒杀级啊，赶快下一场。哎，预言家你也可以查自己，你就可以验证了。好，先来查自己好了，我来试验看的哦。哎笑，哎，哦，哎，是吗？没有，你是正常的，你是真的，真的，哈基，哈基，你传到一个狼，
哦哦，公开频道是怎样的？公开频道那个狼，我是蠢狼，蠢狼哦，蠢狼的那个秘密，那个方法是蠢狼，方法是蠢狼。蠢狼那个会公布哦，好笑，公开也太好笑了吧？会玩这个就是爸爸了，对不对，爸爸？对啊，这感觉就是全体会干嘛？这个人好玩的，好好玩的。哎，我先讲，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蠢的，可是我查到米菲是狼，好不好？好好好，米菲是狼，看一下看一下。我是骑士，为什么？那你是蠢的？你可以说他是骑士。我是骑士哎，所以你是蠢预言家。彪彪好扯哦，彪彪。完了，公开频道也太垃圾了吧？彪彪爱呕吐哦。对啊，我是狼啦。猪啊！繁星，你是不是狼？你是不是蠢狼啊？不是米菲。再让我活一晚好不好？我还在玩打字的。你相信我会跟他对决啊！那你被刷了，你该龙该龙。那直接讲，我显示其他狼同伴有所有人呢。那你就是蠢的，你就是蠢的。所以应该只有一个狼是聪明的，我们三个都是蠢的。那你们还是可以刀人，你们只是砍人呢，会缓速而已。哦，我就是没有加速而已。大家来决斗啊！但是你的黑狼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我们没事没事，你干嘛你干嘛？我是枪没有用啊，对，枪没有用。欧宝，你是什么？枪就会自己死掉，对不对？不会，不会，不会自己死，只是就没用，空的。哦，了解。OK。小雨，你想一下，小雨，你想一下。我不知道啊。等一下，对不起，我还在玩。真的哎。没有，我打完字。假的啦，我查我自己也是。我打完了，我打完了。你是狼人哦。那你们再留我一下，我再查一下，等我查到好人跟你们讲。再给你等我一下，我再看一下，我再看一下。反正你知道，我第一天要堵你，然后就给你解药了。我是假的，团团是狼。我是狼，拉长耳朵，提高级，我是蠢的。梦娜是狼，完了完了，到底谁是狼了？到底是谁？好混乱哦，害我都不敢下手。是你还是谁？不是我现形哎，是不是波波？你是谁？梦娜，杰克，没有有一个很会操作的狼。杰克很蠢，二零总监，杰克死了啊！杰克被砍了，二零总监，二零四，小雨，你有看到吧？我是梦娜嘛？你说什么？二零啊，我没有看到，我刚被追耶！哦，你被追哦？哦，对啊，我看杰克被砍了，我就掉下来了，二零，我自爆。没关系，没关系。你看我等下看他是不是好人，我等下看他是不是好人。好，你看他是不是好人？你说我们包夹他？等我一下，我们要去你们那里包夹，你有可能自己炸自己哦。哎，我看到了，他在那边。我被炸死了，然后我已经很确定了。他在二楼，快炸！我真的看这个有人要来决斗吗？哪里？哪里？我跟你讲，哇，来不及了，时间要到了，哇，来不及了。梦娜是狼了，迪叔是我的骄傲，我保他。二零死了，至少两狼出局。他输给狗，我不觉得同一个位置的。梦娜是好人啊，票他。对，他是好人，梦娜是好人，票他。好人超好的耶，他真的是好人，谢谢我，真的好人。我相信你，后面小雨快跑，你是谁？我是骑士，一直没人跟我对决。你去找啊！我要自己去跟他对决。对呀，你快去找梦娜，他好人啊。包包被追，超好的，也好人，他好人，他冲他，是包包吗？还是什么？屠杀，哎，被屠杀了，纯女巫，所以还有一个哎，每天都有啊，啊，解药哦，每天都有，但纯女巫的解药是毒药，可是他的解药不是也是毒药吗？那你要不要禁掉啊？就是正常只有一种毒药，对，很多毒药。那你要禁掉啊？他的另外一只狼是谁？都有毒药了，你要禁掉吗？他已经不是蠢，他是超级聪明耶，药头哎！你不是要去撞人？你还站在这边，你去撞人啊？我撞人，我要撞谁？哎，你帮我打下，也怪怪的哦 ，Yui。你是不是蠢预言家在哭？我跟他讲过，我没在听，干嘛弄？不管
他不管谁做他什么事，他说你是不是怪怪的？那个资讯量太庞大，我现在记不起来。哦，好。爸爸在哪里啊？那你说完了，那里回来哦。谁谁？那里有狼人的那个。我挖到的是人鱼的。哦。没有无限的解药，每天一瓶。无限的解药。你很会喝呢。你不是蠢的，你是超级聪明哎。所以发发是哪？哪人太慢了？什么？所以你让我很害怕。哇！还有怨灵啊，可以看看有没有查到。哦，我在查哎，没看到。你是不是蠢的？说啊，就是了你。你可不可以听人讲话？啊，我去给他解药，我去解药。你去救他一下，你去救他一下吧，我让他喝一下，让他喝一下。救他一下，救他一下。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哦。有勇气，我看到了。猎杀模式，猎杀模式，好可怕！猎杀模式，猎杀模式。我天。那女巫毒死了，对不起，女巫，啊，对不起，我是纯女巫，你叫女巫一直杀人呢，好猛，我是纯女巫，这个女巫才是杀最多的，哎，真的好强啊，为什么你可以这样一直杀人？我为什么靠你这么近？好可怕，太可怕了，我给他无敌的。你就蠢啊！你还在那边给我无敌？哦，我忘记我是蠢的。天哪！爸爸在哪里？爸爸真的躲在下水。所以你想过来是吧？不够是不是？我要多用一点无线电。你不想玩对决？诺伊跟我站在一起，他怪怪的。啊，你不是可以对决？你在想什么？我可以对决，来来来来。气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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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死我想要活着啊我想要非常的活着你要找人对决你的职业就是要跟别人 battle 你在怕什么所以是叔叔哦不是你活到最后他是怨灵啊我一直在找哎，你快啊那你直接查他你可以那怨灵还有人吗我想说我大家都查差不多了呢你查嫡叔了吗我还没查嫡叔，我查我查麻衣。哎，那蠢怨灵是会被杀掉的吗？会，就是嫡叔，嫡叔没查，巧克力女巫吧。可是我真的是猎人，会不会是你是蠢？哎，那那搞不好超度他，没有没有，我可以超度，可以超度，那应该他早死了吧？对他应该是蠢怨灵啊，然后被刀死了。对，有可能。哎，活到最后杀狼人。爸爸，你要不要？哎呀，我已经来了 ，Hello。你在哪里？在哪里？我看着麻衣往上跑。你看着蚂蚁往上跑，我走很慢，我走很慢，好狠，好狠！第一次看到一只蚂蚁在上面，好无情啊！来吧！我看着蚂蚁往上跑，然后呢，它就死了，它就死掉了。我也是没办法，在路上，它在哪里？路上，摩天楼，摩天楼下面。摩天楼，哦，好远哦！可以下班了，各位，可以下班了。不是，我准时的，我准时的，各位。这不像，快中风了。对，中风了，快中风了。米菲，差你一票，快点，我下班了。哎！蠢到不行了！你真的蠢啊！米菲，你怎么了？笑死！所以我才说不要乱用。你要不要是怨灵啊？你知道我刚在小雨面前亮了一下，然后他我想说他是不是看到了，然后我就很紧张的看着他。我没有啊，我没有看到，好像没事哦。然后就所以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没有，你那个时候在亮，杰克被砍，我在逃命哦。biu biu， 我这是圣水啊，直接把你给超度啊！没有我，你很坏、欸，你好 bad， you so bad。我这个 biu biu 感觉都怪怪的。哎、欸，你就不相信我？帮你无敌啊！我帮你无敌啊！我怎么那么蠢？你的确蛮蠢的。哎呀，好笑。女巫要改了，女巫要改了。女巫坏掉了，她想要坏掉了。无情毒药，你们杀几个啊？我觉得三个啊，三天晚上，好扯，好扯，两狼一个怨灵，超扯，好狠，好狠。哎呦，接下来最后是揭晓哦。
啊？哦不，胜利是，但是团队的，但是如果你是胜利方，而且活下来的话，在告示牌就会有。嗯，哎呀，哦，比分去解释哇！我跟你们说啊，我刚刚为什么？我刚刚怕我自己是蠢的，所以我一直不敢开，我一个字一直不敢开决斗。哦，我想说等到最后，我再没有开决斗，他就是他就是第一名，就是第一名哎，嗯！哦，太蠢了，你们太蠢了！没人知道一件事吗？第一名哎，哇！你们要知道一件事吗？有人没赢的，对，有人谁？你们没有上榜？有人没赢？杰克吗？这是换杰克是不是？你是说我吗？你是说我吗？我也没赢，我也没赢。哇，你们两个，这是换你们两个了。没赢喽，不是我的。哎，上一次小雨啊，这次换上次是我零胜。小雨，你这次加三，你这次加三。对哦，他们可能。自己的那个朋友获胜，但他们都没有活到最后。对，没有活到最后。哦，有，我都是第一晚或第二晚我就死了。我好像打五场还是六场的狼，好像两场都是被自己人杀死，然后。怪包包，我是包包的错。我是包包，彪彪，抓战犯。BO BO， 好扯哦。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啦，终于结束了，头好痛啊！等一下没有要开了，嗯，因为等一下不知道干嘛，对，没有要干嘛，诺英也没有找我。好啦，这套衣服那时候他们是说，日本妖怪的设计理念。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各位晚安哦，早点休息。最近作息大乱，然后早上杰克打神兽，然后叫我起床就去打，然后没有抓到，这样，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拜拜。